姓陈，名字陈生伟，我是唐山创办人。自从我30多岁的时候，我才创办这个唐山公司，就卖做辣椒，只是辣椒酱而已。就是慢慢变化，慢慢进步，到现在12个字：唐山食品工业私人有限公司。我是陈二顺，也是家中的第二个儿子。我父亲创业唐山从1973年开始，小的时候小学、中学兼职的时候就会来唐山帮忙，所以从送货啦，看我父亲炒辣椒、搅辣椒这一方面，都有了一些浓厚的兴趣啦。从我做完兵、读完书，我就来帮他了。所以我姐姐还有我一个弟弟，我们就一起管理唐山。我是 Mr. 多啊，我是蝶凤的创始人之一啊。1973年开始做到到现在了。哦，头是很辛苦啊，因为在巴萨卖杂货的，兄弟都很合作嘛，搞这个生意啦，做到今天的成绩就是这样，好像兄弟的努力啦。我叫 James 啊，我是培丰的第二代。我们这个培丰是家族生意嘛，我们都是大家互相帮彼此，大家一起努力创办这间公司。记得我还小的时候，都是我的叔叔跟我的堂哥他们都在做了。连我还小，我只是他们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了。当我当完兵的时候，跟读完书的时候，在2010年，我父亲他叫我下来帮他。当时的我们也是面临人手不足，有些方面我就觉得可以这样改良一下，跟进度一下，我就提议进行数码化改装 automation 化的，我认为会减少时间跟人力的帮助。应该是2010年，我跟家乐牌有签订合作伙伴了。不过这几年下来，他们有推出 DSR training 了，跟那个他们的 sales team 有其实帮了我不少。因为从其他的 product 来讲，是我都是从 customer feedback 才懂的， but DSR training which 我还没有卖，我就已经在体验过那个 product 了。连我介绍 customer 会比较容易啊，就像你如果知道你的产品是什么东西吼，卖的时候更加有把握，更加有信心。新加坡人生活水准越来越高，大家比较注重健康。家乐牌的产品大多数都有健康标志，大家使用的会比较安心。家乐我不用说了，是一个名牌来的，我很多顾客都懂，他们有时来给我们的那些他们的食谱或者给我们他们的那些配方都有家乐的成分，就是用家乐鸡精啊，或者用家乐的某种产品啊，我们都会跟他过目，然后从中这个代工给他了，我们一定是照他的那些牌子去买去做，所以家乐是公认的，他们的牌子我们用了这么多年，就像他基金用了这么多年，我们有甚至要试换过，为了减少成本，可是他的味道
不达到我们的理想，所以我们还是用回家了的。所以它是我们的主要的一个成分，一个原料，我们很多产品都用这个加乐基金，所以它也是帮助我们多，很方便，跟它的那个 product 很 consistent。假如我们需要他们的厨师来帮忙研发一些东西，他们可以配合，就是我们需要跟他沟通，然后哎，这个顾客是你带来的，或者是我的顾客，可是他要用，可能你看四种原料，三种是加热的，一种是普通原料，所以我们就可能跟他要求，看你可以不可以把你的那个可能是西式的、或者中式的厨师带过来，跟我们的研发的小组一起配合，把这个产品做出来。他们也很多顾客，所以我们这个一个双赢局面，把一些顾客带给我们 ，OK， 来我们来做代工，用加乐的品牌，所以从中而知，我们就可以用更多量，好 ，economy of scale， 我们会买更多的加乐基金，我们又在我们的分店销售，也用他们来当原料，所以这个量就会增加，就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所以他们就会带动那些厨师啦，认识谭山，知道我们的产品，知道我们能代工，也用加乐的产品，所以这是一个双赢局面。